天请到特别来宾呢？这位就是谁呢？赖阳哥哥。答对了，那这个呢？思思。还有呢？思思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比赛假娃娃料理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比赛什么？等一下去看一下就知道喽。Go。我们今天要比赛的是暗黑料理，会有一道主食，那我们其中的五样菜是配料，那配什么料，只要是便利超商都可以想得到，都可以。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试。没有说太美了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等一下让他们夹夹看吧。Go， 开始夹喽。对，好，来给罗宾夹，来 ，Go， 直接夹啦。夹你想要的，你想要夹哪一个？你好了，时间快到了。这是哪？你第一次都没有夹错。好，再夹一次，对准来。好了，一个。要夹什么？哎，你不是说要夹紫色的吗？啊，对啊。好 ，OK。好，你夹蓝色的好不好？嗯。好，给你了，按下去。对，很棒哦。好，我们夹那只那个火球鼹鼠好不好？直接后退就好，直接后退。好，夹。快点夹。我们抽到的有茶叶蛋、甜辣酱、洋芋片、冰淇淋，还有猪队友哦。那么猪队友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等一下接下去看下去就知道喽。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五道菜呢，加上凉面，料理出一道暗黑料理。那等一下就要来给思思 TV 的思思跟思思爸来吃喽。罗宾，我们现在来配菜给思思哦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道菜呢是茶叶蛋。好了，第二道菜呢甜辣酱，一个一包就好。第三道菜洋芋片。好，停。洋芋片。再来是冰淇淋哦。巧克力棒，猪队友，猪队友就是这个啦。我一开始都百思不解，以为猪队友是什么东西，原来猪队友是这个。好，罗宾。巧克力。好。直接变。好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甜叶蛋玉林猪队友。我们就给思思吃了。好，我们来。吃下去啊！哦，怪味道吗？没有，好，其实还蛮可口的，其实还蛮好吃的。冰淇淋面来了，啊，感觉真好吃的款，一点都不是成品，还不错哦，赚到，哦，一眼就相中了猪队友，猪队友，好吃吗？猪队友也很好吃，目前是好评，赞。还是选惩罚，还有人不让我吃嘞，这是第一次的。另外一边，好，我们影片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大家都有吃完哦，没有浪费食物哦。OK，如果你想要看罗宾吃的和洋洋吃的话，你可以去看他们的频道哦。那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及订阅洋洋跟思思 TV 的频道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